农历新年到来，各个超商都会顺势推出各种新年限定福袋。中嘉宽屏北建的 YouTube 活力影片，这次金针跟金鱼特别买了 Seven Eleven 跟 OK 的福袋来开箱。除了零食饮料，双金刮开抽奖券，差点以为中三奖，结果只是小奖，让他们的心情大起大落。大猪公，鱼干，超商有在卖大猪公哦，是好吃的吗？这个我不知道哎，它就是有点麻瓜的感觉。好。哦，湿纸巾，湿纸巾，也算实用型。哎、欸，这个应该是面哦。哦哦，排骨鸡面。所以现在福袋是不是一定都会放一个泡面了、啊？接下来应该都是饮料了。哦，是可口可乐，而且是龙年限定的。龙年限定，这个应该是宝特瓶。哦，哎，这个也不错哎、欸。这是不是也是可口可乐的、啊？是吗？对耶，可口可乐、哦。竟然他们是同一家公司，可这个也是好喝的耶。对，而且它也是贵的哎。哦，没了，空空的，里面有一张纸。这个就是刮刮乐了，像全家他还有送他自己的折价券啊，还有跟他合作的厂商的折价券，这个就是纯刮刮乐。哎，所以这个就是刮下去，你如果没有上面这个奖，没有就没有了。那废话不多说，刮开，开刮。哦，有哎，什么是三奖？我刚刮了一下，写三奖，然后我对照了一下 ，Apple Watch， 结果再往前刮。十三奖，好，十三奖是什么东西？现金折价券哎，而且还要满五十。哦，所以其实它不只是上面的奖，它还有小奖，但可能就是 OK 自己的现金折价券这样子，然后是满五十折50元。再来是喜欢跟知名 IP 联名出福袋的 Seven Eleven， 超可爱的防水袋相当吸睛，但里面的东西少得可怜，居然还有整整一大张的折价券，让金针忍不住直呼 CP 值真的好低。我已经看到一罐东西了，我先把它拿出来好了。哦，水，水送水不好吧？怎么会给水？你好歹有送我个饮料啊。好，它不是水，它是补给水。你看到它上面是周天成，还好，可以啦。好，哦，乖乖，福袋都很喜欢放乖乖。可乐果，可乐果，怎么感觉都是纸类啊？哇嘞，虾条，小的那个虾味鲜，甚至塞牙缝都不够的那一种。一样的东西哦，湿纸巾怎样？大家是批发来的哦，我感觉你已经摸到底了。对，摸到底了。这是什么？能量饮。Seven 是很怕大家没元气，所以一直给这种需要补给的。哦，然后还有一整张的折价券，已经见底了耶。我看它折价券还不错哦，一整张折价券跟小熊文艺的红包袋，蛮可爱的。可是它蛮不像红包袋的。因为它的颜色不是那么鲜艳，感觉比较像信封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折价券的部分。感觉折价券才是亮点，整个就是一个 DM 哎。对啊，超大张。它其实每一个都是一小张一小张。可是我觉得也要看它实不实用才是重点。好，看起来很厉害。星巴克有两张，好友分享优惠一次，就是买一送一啦，然后跟第二杯半价。大家不要忘记，最后还有一个是299元的福袋大奖抽奖券，然后它也是给你一个序号，也是要用登录的，所以没有办法现场有感觉。那今天小熊维尼这一款呢 ，Seven 的是299，我觉得它的 CP 值又更低了。嗯，真的，甜甜美食总有种独特的魅力，让人心情愉悦又能满足味蕾。这次在福袋虽然没有抽中大奖，但里面开出了许多饼干跟饮料，还有多家厂商的折价券。中嘉宽屏北建将会持续透过活泼有趣的影片带领观众一起探索桃园。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。